凌辱了我家大小姐，怕她投河自尽，还敢说误会。强奸她的人胸前有一枚特制的铁蔷薇勋章，和你桌上的那枚一模一样。你杀了我。那枚勋章是我爹颁发给我的，我和我爹都有，除了我和他以外还有三位侍从呢。我真的没有迫害你家大小姐。我愿跟你有，今晚就可以帮大小姐报仇。不会很久的，相信。大帅，这是沈家送来的东西。沈多人心思稳，手段狠。夫人，过来。开枪！什么水平的师长，自己身边的警卫全是卧底都不知道。我对大帅之位真的不感兴趣，夫人，演够了吗？